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又带大家来到新加坡的 Kelvin's Restaurant， 然后今天主要是跟朋友在过年期间来这边用餐，然后今天我们点了两套的 pork ribs， 然后还蛮大份的，所以一份可以两个人吃。然后今天还有点像是 chicken chop， 还有 seafood 的那个海鲜炖饭。然后我们就进入影片吧。OK， 我们饮料上来了，这是 peach tea， 啊，这是什么？柠檬 peach tea。哒哒哒。在我们今天五个人点的餐，不是六个吗？哦，六个人，对，六个人点餐，少了一个，我没有算我，我没有算我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OK， 我们另外两杯饮料来了，这个是 Sunrise， 然后我的是 Ultra Grey Milk Tea， 等等等。OK， 我们的 Daily Soup 来了，这是蘑菇汤，谁可以咬两口？这是蘑菇汤。这个是 chicken chop， 是多少钱？ chicken chop 有这些， chicken chop 有这些料，还有蘑菇寿司的 pasta。 OK， 我们的其中一个 prawn ribs 来了，啊，两个人份哦。这也是什么？有三种寿司，切切切切切切。妹很想吃了，你喂她吃水蜜桃。哎呀，你们两个是弯的，两个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们两个很好啊，因为要吃水，正常友情关系，可以吗？第一口有骨头。不要给我把虾子都拿。哦，切丝。哇，这个鱿鱼不错。OK 啊。OK， 第二份的猪肋排来喽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